中国多病院疫情爆发，有五种病院造成肺炎疫情拓开，疾病管制署即时开始戒备期长。连江县的大埔岛最近常发生煤灰落海落架和希望停摇的，当地认为是中国渔民趁半暝偷掠。以下冲突天阵，这个暗示哈马斯释放第二批人质，当中十七人，年岁上细汉的只有三岁。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6日的公视中昼新闻，我是陈世彤。先来关心讲，台中有两名男子进前醉茫茫开车上路，先在这个人行道违停，和警方拿查，一个故作酒测，一个是趁机会把车开走，连续弄到路边的六台机车，最后停在路边。民警到现场逮捕伊了后，直接依法送办，发现两个人拢是无照驾驶。一台轿车开去的人行道违停，还佮直直开到远景的面头前停落来。24号半暝四点，警方当地的台中西屯区台湾大道执行守望勤务，看到这项的刑警，马上进前来搬查，发现驾驶31岁游行男子，规身躯拢酒味，准备进行酒测。没有开往上路啊？人行道是道路范围啊？我没有上路啊？人行道是道路啊？道路啊？好，那只要我配合你，你要开单你开啊。没想到原先坐伫咧副驾驶座的21岁李姓男子，竟然趁杨男酒测的时阵，雄雄把车开走，逃脱的过程先弄到中安路一段路边六台机车，最后是伫咧龙洋巷停落来。民警顺线发现伊的时阵，已经醉到伫咧车顶睏去，直接破窗逮捕。过来啦！过来，快！什么情形？口罩的？什么情形？口罩？我只是。就迅速将李男逮捕到案，酒测后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另外，杨男、李男涉嫌交通违规的部分，亦依法告发。警方表示，两个人拢是无照驾驶，杨男事后拒绝酒测，直接开罚18万，搁再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处24000的罚款。另外，李男酒测超标，涉犯刑法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罪嫌，除了先收14万的罚单，搁再去用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轿车是去用吊扣牌照4年。记者台中报道。你讲历史的这总统选举三卡都的这形势固定，国民党的正副总统陈水扁、侯友宜加赵少康，今仔开始互选立委。那边正合破局了后，国民党是禁止国民党下台，引起外界关心。侯友宜表示讲，兄弟爬山爱家己努力。而赵少康是化为国民党支持者，该支持因才会当达成正统的轮替。当选。大话口号伫规场的国旗中来入场，国民党正副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赵少康搭配成本了后，启动互选的列车，要来求家己立委参选人的声势。暗时嘛要伫台南举办头一场大型的造势活动，直接来到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地盘。对着民进党这期侯康配是向中国来扩话，更加强烈来回击。我就是采取3D 策略，不要老是到了选举又用意识形态。来操弄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整合破局了后，2024总统选举的三卡度态势确定。国民党也下达禁止民进党参选人郭文铁徛台命令，郭文铁的行程也大减。外界关心国民党山内七六是不是集中火力来攻赖清德，加郭文铁边缘化。柯文哲现在我觉得大家也看得出来啊，他当选的几率很低了了哈。你看现在柯文哲去哪里办活动呢？这就是政党实力了。真心换不回任何的合作或者是任何的团结，那我们只有拼战到底。我相信，很多原来支持别的候选人的一些朋友，都会归队。朱立伦指出，国民党和民进党双方在总统部分竞争，不过在地方立委中间依然合作。不过党内几啊件依然优先找大咖来做阵。来，谢谢哦。小心，小心，小心，来，继续往前，继续往前。对着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回答不欢而散，前总统马英九也和郭台铭安排是重量级的不速之客，是不是感觉委屈？马英九只是简单来回应，无希望转移这个选战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民进党的正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早起就出席花莲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因为花莲的这个政治版图长期拢是拿大过力，要唔过萧美琴过去伫花莲曾经十年，搁捌创下民进党头一届伫花莲选举得到过半票数的奇迹，嘛唔忘伫即届大选会当吹出在地选票。乡亲，各位老朋友。我也未讲完，随后现场的欢呼声响起。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出席花莲县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卡萨巴迪加拍拼十年，这届大选头一场互选活动，都登去上起先的所在。这一条路的起点，我的第一场造势活动，还是在我深爱的花莲，我全力来支持，在世界上架台湾。美国的拜登总统找日本。找韩国、找 G7、找欧盟国家一起来关心台海和平的稳定。花莲政治版图长期拿比例较侪。2010年立委补选，萧美琴失败了后，持续伫服务。嘛，伫2016年创下民进党头一届伫花莲选举得到超过一半选票的奇迹。伊伫2020年加速互布坤奇一挂票，才结束萧美琴花莲的连任。赖萧夫选头一届做会，希望伫花莲会当开红盘。蓝白合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但是完结篇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既不是为了国家，更不是为了人民，是为了政党利益在分配权力。我很感谢大家的赞美，但真正的美德是台湾人共同追求善良、坚强、责任承担的美德。赖清德指出，赖小佩有三种含义。拢有坚定信念，要守护台湾主权。两个人也拢有完整的历练，代表信赖台湾的国家方向，拢有对国家强烈使命感，袂惊挖苦中国的路。2024大选剩最后40天，赖小佩直攻花莲拿赢票仓，要拼转变艰难的选区。记者综合报道。第60届金马奖昨暗时在国父纪念馆举行，只有12岁演员林品彤是摕到影后，李国康人头一届入围就摕到影帝。另外，终身成就奖是导演陈坤孝，甲真有名的主唱演员林青霞摕到。22个不同世代的影帝影后梦幻合作，福建年金马奖有一个盛大开始。吴康仁以马来西亚电影《富都青年》第摆靠关金马就摕到影帝宝座。慢慢的感受自己的重量，慢慢的收，慢慢的感受到每个阶段的自己的不同。那我想，我下个阶段会更好。昨年以美国查某囡仔开始演戏的林品彤，即摆以电影《小小传说》过冬而自然告辞。22岁，正做金马史上上少年影后。想跟他还有跟小小一样特别的人说，继续加油，保持善良，那事情会越来越好的。记得这摆金马奖新人主奖两个，一是朱心点影导演陈坤孝，另外是评审团主席李安口中永远的大明星林青霞。19岁已经由电影《探花》红起来，20多年拍上百部戏，今年69岁依然是电影界传奇。我。从千里之外归来，在生我养我的地方获得电影界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这摆亮点之一，就是金马奖60年来第一位女性电影奖得主，由电影《真心的一天》已经凭得到，向大家轻轻一鞠躬了后，无地主就握身落台。这亮点也见证自60年来金马奖包容多元、无限地区、无限主题、无限性别的年会，努力不受外界干涉，本庭一家子继续引领华语电影圈，走向时代每一个重要阶段。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多病原疫情爆发，包括这个梅将军、流感、腺病毒、甲呼吸道、融合病毒，啊，够新冠病毒各种病原，造成肺炎疫情拓开。暂时这疾病管制署表示讲，会即时开始机场戒备，提醒有计划要去中国的民众，出发之前要量查注射新冠 XBB， 啊，够流感疫苗。挂大包细包行李，民众伫机场报到柜台等候线头前，照顺序排队准备报到位位。最近中国全国呼吸道疾病发生率升高，民众大部分有准备。口罩就先戴着这样子。我今天要回上海，流感我已经打过了，新冠没有啊。洗洗手啊，你自己手保持干净就好了，不要乱摸就好了。根据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指出，中国北方类流感疫情已经连续五礼拜快速升高，门急诊占比来到6.2%，是过去三年同期的2.5倍。依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所提供的资料，这波流行除了以微将军为主以外，同时也有腺病毒、呼吸道的融合病毒、流感，也有新冠，真侪种病原做伙流行。这一波的流行呢，是以儿童为主，而且是多重已知的病原所造成的。如果说近期要前往中国的这个民众的话呢，出发前可以先接种流感跟新冠 XBB 的疫苗。国内医师是讲，自从今年二月，翠安令渐渐放任了后，开始造成一波算一波的呼吸道感染。最近因为美型流感就医的人数开始有变质，另外美将军感染的病人原来增加不少。流感跟新冠都有少一些些，但是 B 型流感是增加，但是病人却多非常的多。那我个人推估，很有可能其实应该是梅将军。面对中国多病原疫情大流行，疾管署已经全面加强国际机场港口戒备，机场电子看板加招牌灯拢会设置告示，提醒中港澳入境的旅客，若是有症头，应该爱就医，并通知旅游署，也请医师都爱注意询问相关的旅游署。记者综合报道。连江干这个北干的大区岛，最近几冬是已经成作无人岛，当地是以上百只台湾梅花鹿仔的生态是真出名。不过最近特别发生梅花鹿仔的落脚，河沙啊也是希望低调的，河当地就认为讲是中国渔民贪半暝用希望要偷猎，官府表示讲会加强巡查防范。梅花鹿的落脚，河沙啊低调的，工作人员赶紧去偷窥。在连江县北干的大区岛，岛上的台湾梅花鹿生态真有名，但近期却传出岛上的梅花鹿接触河沙啊，也是希望啊盯到鹿角，和渔民甲民代怀疑是人为造成。现在他们都在我们周边无人岛上面采贝壳啊那些，我们海巡根本没办法作为，因为都是海边嘛，他们都在山上嘛，怎么会缠住？一定是有人去做这个动作吧。民代质询的时阵提出质疑，连江县长王忠明表示，确实有传言中国渔民会趁暗时上花掠鹿，但嘛有可能是梅花鹿无小心打到废弃的渔网啊。因为大区岛目前是无人岛，真歹管理巡查，民代嘛呼吁管府重新找人盯岛管理。我们现在初步的构思，希望这个桥这个岛能够委外经营，那就有人进驻，相对的问题就会减低。这几年我们都没有接到渔民报案说大邱岛的鹿有被疑似被载走，那我们每天在海域上面的船艇也没有看到有船把这个鹿给载走的。海巡表示，目前无发现有中国渔船想要登岛，嘛无接到通报，但看到梅花鹿一直被伤害，却查未出原因。官府表示会请相关单位加强巡查，另外讨论是毋是要增监视器，海巡增加雷达，全面预防。记者陈凡武、陈显坤连江报道。过来米兔事件连续爆出了后，劳动部就宣布要建立新塑料调查专业人才库，要找这第三方的专家协助公司，也是地方政府来调查。有妇女团体就建议讲，后续培训的人才需要做调动式的这个调整，甲建立审核机制来符合需求。今年过来 MeToo 事件已拖烧到演艺界甲各类工作场所，引起真大风波。劳动部宣布建立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库，培训对象除了是专业的人才，也必须爱有工作场所性骚扰法规的制定、具备调查技术甲撰写调查报告这能力。应该是要政府哈纳入第三方调查比较好，公平性啦、啊。
我就觉得政府可以多多帮助那些可能好不容易愿意把心里阴影说出来的人。继续推动工作场所成熟了防治，这份人才看名单未来提供给各县市政府事业单位调查工作场所成熟了申诉案来使用。有结果明年三月进行第一阶段会达到300人，后续会慢慢增加，同时有这态度的机制。所谓的性骚扰啊或性侵害的是事件查证属实，那或者是说他有每五年的话没有再做一些相关的教育课程的抽训或者讲课的这种情况，他会有把他取消可以参与的资格。民团认为建置人才库是有必要的，不过也建议一旦培训人才了后，应该要有随时调整的计划和检核，让人才符合企业界需求。怎样才叫做是人才？所以我们希望说，那当然已经确定说纳入之后，那会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机制去确认这个人才的确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可以足以担任调查的人才。基金会建议未来的调查时要特别强调专业的伦理，避免造成受害者第二摆伤害，也够做好相关资讯的保护。另外，调查报告也建议有一份撰写指引，让调查人才有所参考。记者综合报道。统计总署公布最新的统计来显示，讲咱台湾全市和聘用的人，每一个月的收入比去年增加是达到平均42,630元。要注意的是，聘雇加兼职的人是达到806,000人，是四年来的新高。如果到年底旅游旺季，饭店业的人力煞愈来愈闲。观光学者观察到，因为日本观光业恢复比咱搁较紧，欠工也比咱严重，拢来咱台湾找人。有双语能力的柜台人员，甚至伫日本下饭店实习的大学生，这个毕业都予人请去日本工作。先不管基层劳工的缺工，事实上在中层，或者是中间的主管，他们其实在日本很强大的一些魅力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诱因哦。那也让台湾非常多的观光产业的人，其实是往日本去发展的。除了接待人员予人请去，饭店业房务欠工已经持续超过半年。今年专家观察，除了薪水相对较低以外，目前就业人力嘛较爱自由接案。唔呐，饭店各行各业的人力拢有变非固定雇主的趋势。根据主计处的统计，全台湾非标准就业人数已经来到80.6万人，其中25至44岁青壮族群有23.3万人是非正式上下班的工作，这原来是四年来的新高。越来越多年轻人觉得工作呢，其实不一定要完全就是这种比较单调的这种工作环境，他们倾向于比较有多元化的一个工作环境，而且工时比较自由的情况下，甚至他们觉得说多找几份兼差的工作。今年银行业分析，那青壮年因为爱自由，选择工作的形态改变，也有未少雇主利用约聘人力来调节大小柜，这原来是造成非专职工作者当年升官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帮助偏乡儿童去好的游乐场所，台湾的艺术协会去花莲的新城国小去出炉笼，林业署嘛提供国产的材料，让这个出炉笼会当像这个节目同款，用无同的方式来组装，提悬囡仔几何甲空间的能力。虽然是假日，暗过天公好好地去厝老啊，新鲜国小囡仔拢来斗相共，为无好金教组装对大人研究各种斗的方式，完成了后，大家着急要试耍，就连大人嘛要来试一下。啊，跟你们一般玩传统的那种塑胶溜滑梯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比较玩。资讯教育里面有一个创客的部分，那我们通常是用 3D 列印去做一些组合，可是这个木头的组合就是等于大型的那种。这个大型用台湾厨楼的材料是林业署花莲分署提供的国产硫酸钾台湾杉，搁予大安高工匠学校拆切了后，才送来花莲新城国小组装，予囡仔熟悉伫身边的国产木材特性甲利用方式。我们希望是说在偏乡能够让在地的那些社区居民更了解，其实它就在他们周遭的附近的木材是可以永续使用在他们的生活上。
台湾基督协会自2020年开始，就予在地人士去册店邀请，搭建木质学习区甲培育教室。对阮大部分是关心环境教育的大专院校学生，用木艺关怀偏乡地区的学生囡仔。义族协会其实一直都生根在台湾的东部，主要以可能台湾教育资源比较不足的地方，希望透过校园空间的改造、工作坊的推动，可以多多少少帮助平衡一下台湾的城乡教育资源的落差。林业署是讲，国内逐年木材需求量是500至600立方，大部分是进口的。地资源使用真侪人议论。目前国家林业政策要求2040年前要提高国产木材使用量达到10%，要安怎渐渐卖用进口木材是重要课题。记者张华报道。宜兰县政府逐年的休假，拢伫个东山湖清水公园办动员节的这活动，吸引真侪人去耍。但讲毋是活动的期间，游客人数都真少。暂时有议员建议，伫公园内底起摩天轮，也是商场来促进当地观光发展。就算是拜六礼拜休假的期间，宜兰东山湖清水公园的停车场差不多拢无车，去遐行道的人真少。根据官方统计，厦门一年吸引差不多580,000人次来遮佚佗。不过大部分是伫个县府办动员节的期间，若扣除动员节，入园的人数敢若剩170,000人次。有关机关提议，伫个园区内底起摩天轮甲商场。假如是那个摩天轮的话，您看看，可能平日你就可以造就很多的观光人潮。县府伫个2011年，都把苹果过清水公园起摩天轮的可行性，迄当阵设定地点伫个清水公园北边，会当以360度看南洋边缘自然甲人文的景观，按算透过公司协力来办理。不过因为县内对当地环保甲景观的议题无共识，怎都无结果。即马地方重新提这个案，环保团体有无共看法？就是做了漂亮，然后公共设施要做的完善，然后不要去把污染带到区外去，这样比如说雾水甲湿地就在旁边，那会不会更引起雾水甲湿地那边的开发的压力？环保团体认为讲，清水公园是会当开发的区域。不过，去摩天轮等等的设施，也是要兼顾当地的景观，还应该思考安怎避免附近的农地去用插座，为52家的地带来开发压力。如果在环保跟景观上面，基本上面有建立共识的话，公旅处这边去观光发展以及促进工商发展的角度，我们愿意持续来评估跟推动。东山湖清水公园管府最近这几年，除了推动规划温泉区，也积极办理尊温外包招商。希望会当吸引更侪游客。官府讲，对地方的建议，伫促进工商发展观光的立场，未来经过官府内外讨论，伫环保甲景观有共识的前提之下，愿意持续评估甲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牛肉汤是标榜温体牛，加一锅汤加汤粿都会使食。有一个民众唔知影，这肉是炼牛肉。台湾肉牛产发协会就表示讲，台南是全台湾饲上侪肉牛的县市，用来做这牛肉汤的牛，大部分拢是炼牛内底公牛。温体牛肉用烧汤淋落去，今晚台南牛肉汤全国真出名，确实有真侪人唔知影讲，这个牛肉是多种牛的肉。你吃的牛是哪种牛，你知道吗？哪种牛肉？不晓得。拢黄牛较济啊，应该无黄牛啊。原来台南牛肉汤的牛肉超过90%是使用炼牛的肉，大部分是港的牛仔囝饲大了后的牛，也佫已经无多生炼的母的炼牛。生育完之后会有一半是公的，一半是母的。那公的部分，我们在国内外的惯例来讲，就是把这个拿来当肉牛食用。台湾肉牛产业发展协会讲，国内虽然多数牛肉外口进口，不过进口牛肉成本较悬，也因为运输时间无得做到亲像台南牛肉汤，要求伫肉片杀了后6点钟送到位，加上台南饲肉牛数量较多，有产地优势，牛肉汤才多数选择炼牛。不过有业者认为，炼牛吃起来甲黄牛无同，坚持使用黄牛肉，不过因为饲用数量无多，就较少数。记者综合报道。他冲突停战的期间，第二天25的暗时，这武装组织哈马斯释放第二批人质，当中17人，其中年岁上细汉的是3岁儿童。里头一批释放的人质，也已经平安到以色列空军基地休困了。
在第二批人质的车辆在以色列当地二六的晚点，为以色列南部边境通过埃及的拉法关卡，准备进入以色列。以下冲突进入停战期间，在当地二十头一天暗时，武装组织哈马斯释放头一批人质，拢总13名以色列人，甲11名外籍人士了后，以色列嘛释放39名巴勒斯坦人。另外暗时，哈马斯又释放第二批人质，包括13名以色列人，加4名泰国人，佮公布甲人质交予红十字会卫兵。המאמץ להשבת החטופים הוא חובתנו המוסרית והערכית. אנחנו נחושים לממש אותה בכל דרך. המאמץ הלילה מתקדם, ואנחנו נעדכן את המשפחות והציבור שדברים יקרו. נדרש להתאזר בסבלנות.我国媒体报道，这一批人质内底有3个人无到10岁，其中年岁上细汉的是1名3岁儿童。也毋过，这人质的家属够真侪人，有关乎哈马斯控制。而哈马斯原本暗算要延期放人，要求以色列遵守承诺。阮阵前头援助卡车进入加沙走廊的北部，才肯放人。以色列虽然嘛表态，伫停战期间到期了后会继续开战，也毋过嘛提出哈马斯每增加释放10名人质，得当延长停火一天的时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接到第二批人质释放了后，也到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军事总部检看相关的卫兵和资料。若是哈马斯头一批释放的人质，暂时嘛已经平安到以色列哈泽里姆的空军基地，和军人送入基地休困。恭喜新闻台视同朋友。那是气候方面，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3度，上低温度是19度。中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7度，上低温度是19度。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8度，上低温度是22度。东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6度，上低温度是20度。关岛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4度，上低温度是1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东岛新闻，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